总决赛倒计时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总决赛是积分赛，一共分为两轮，票数相加最高的就是我们的双子星总冠军。玉宇天功是比高，把那音响唱爆，这次必须要尽全力。哎，这个赛博朋克依旧很 fresh。票数到底是如何呢？各位，我们请看。我们想赢，我们就不会输。咱们就碰一碰吧。哇！说唱听我的第二季全国总冠军。